概在很多人心目中，成龙都是认真、严谨、对拍戏一丝不苟的影视巨星形象。但其实，成龙也是个老不正经的人。比如在之前的一次活动上，成龙就从背后怀抱范冰冰，借机揩油，就算是作为认识的朋友，从正面拥抱一下就行，却要选这么一个让人尴尬的动作。其实不止范冰冰，成龙对景甜也有过小动作。景甜作为演员，和成龙也有过合作。有人说景甜是成龙的干女儿，是不是不清楚，不过两人合作过多次倒是真的。而在有一次的发布会上，景甜坐在成龙旁边，穿着一身白色连衣裙的她看起来甜美大方，而成龙已帮她整理裙摆为由，把手放在了景甜的大腿上。本以为没有人看到，但这里是发布会现场，怎么可能没有摄像机呢？于是这一幕就被摄像机拍了下来，表示完全看不懂这一波掩耳盗铃的操作。而因为成龙这个动作，景甜还被很多人说成是靠成龙上位的，资源也都是成龙给的，但觉得应该不是，毕竟被成龙揩油的女明星也不少，总不可能每一个都去捧吧，毕竟一把年纪了，成龙大哥还是注意一点比较好。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呢？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